《生命之歌》在我国小的时候就有唱，对，虽然很早很早就学到的一首歌有很亮这样。那因为在国中的时候，我们一群的朋友男孩子都被抓去我们的集会所把关，然后就开始接受训练，然后一直到现在还在继续的训练，然后一直到老。祖先唱生命之歌的态度是感谢这个万物，远看这个万物，远看生命。现在我们唱生命之歌是不一样的生命之歌，然后去山上采东西要被捕鱼抓，去海边捕鱼也要被抓，然后呢南屿的呢核废料跟他们运不到核废的地方，把核废料全部丢到南屿，这是对生命的态度嘛。然后各位和我祖先的土地为了发展观光，这是对生命的态度嘛。我们让老人一直告诉我，人存在的价值是什么，就是要捍卫土地，捍卫海洋，捍卫山林，捍卫河川，捍卫空气，捍卫我们生存的权利。感谢神，生命之歌。No!